今天是2021年的国际科学展会，我们来到了科教馆，领了工作证到现场拍摄，大家都忙着布置海报，还有练习报告的内容。不过主角们却不在这边，他们落选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心情不错，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不努力，所以我要更加努力了。但是之后可能会参加其他比赛，拿个好成绩，就这样。国际科展什么时候公布成绩？看起来应该是没影响。国际科展什么时候公布成绩的？十二月多吗？我三道物理化学不及格。哎呀，找理由。我心情就是，我本来就觉得不会上，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起全国，我们增加的东西是比较偏简单，就是用前面的定理就可以推出来，这没有什么难度，所以我就觉得，退上的几率不大，所以我也不意外没有上。然后心情就不好，因为本来就觉得说可能不会上，所以就不有太大影响，就有心理准备。不要在空中去。请问一下，地球的转速快还慢？一秒转0.0416666666，这大概是这样的。请问一下，很快很慢，是不是很尴尬？有没有哦？我要停在半径这的时候，这边就非常快，去。好，那我爸爸不行啊，好，很难。就是我们这时候的，他已经溶解完了。我打蛋。谁呀？他没看到那里。今天多少个过场？假设是六边形的话，就是六个人的策略都要大家都能接受的策略。完美图就代表说大家都能接受那些策略。完美图就是全部都是公正三角形，公正三角形就是它的标号是123，就是每个标号都要不同。对，这个就是一个公正三角形，意思就是在上面可以选一个分割点。假设它是二，这个三角形会是223，就不是一个公正三角形了。但是旁边这个就是公正三角形123。我们是希望找出所有情况，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有完美图，不管我是外面是多边形是几边形，5、6、7、8，或者是内部点是几个，甚至到什么很多个数不清的，对，我们都还能够成为完美图。对，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就是怎样都要成为完美图，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完美图就是多边形里面每一个都是公正三角形。对。不管他们这份作品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再更上一层楼，能不能再有更好的成就，我觉得这都不重要。最重要，我觉得是他们在高中这个阶段从事专题研究，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样子的能力？其实我觉得，经过这样一年做专题，我们从平面到立体，我们做的都是图形的部分嘛。其实这对于我的数学的图形上有很大帮助啊，就是对于图形的认识更好了一点。然后逻辑力也变好，因为我们要一直想那个它一些会不会矛盾的问题，差不多啊。在这一年当中还有学到就是团队方面，就是合作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能力，但是
你要如何去分配给他们符合他们能力的工作，也是一个挑战。专题到现在已经研究一年，其实我觉得我成长蛮多，因为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光是阅读文献就一份文献而已，就花大概三个多月，不管是在理解的方面还是在证明。而且高一在做专题的时候，其实证明常常就是会卡住，或者是我找到规律，但是我没有办法证出来这种问题。但是经过就是高一下一直比赛累积，然后一直给自己压力之后，其实到高二的时候，在研究专题的方面就会快很多。我觉得做研究都是在找一条路，一条突破的路，而这条路没有人知道。那我觉得他们这份作品目前的贡献都是在二维。那当然在数学角度上，我们都希望说一个原本在二维可以看得到的结果或者现象，它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推广到三维，也同样有这样的结果或同样的现象，甚至未来也许它是能够到 N 维，然后去看它的普及化。我觉得这是在做数学研究通常会做的一件事情。目前部分应该只是在初步跟起头，可是我觉得好像也看到了一些结果，当然我会希望这样的结果能够被验证出来的。我感觉我没头。我通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 YouTube 的影片，或者是弹钢琴，还有看电视。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打篮球的？小三吧。那、啊、你平常有在练吗？没有。你篮球好吗？很烂。快点吗？我有时候补习班回家都会弹钢琴，因为其实我觉得弹钢琴很舒压。第二个就是活动我的手指，然后也可以听着音乐，就是蛮舒服。休闲兴趣就是听歌、小说、写书法。写书法是可以让我情绪上比较稳定，在写的当下可以比较让我心情平缓，不用去想一些我不开心的事。因为写书法的时候是要蛮专注的，应该说从字上面就可以看出你有没有在认真写这一点。所以我也会在写书法的时候，在当下就调整自己的心态。算是一个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兴趣，是在生活上都有帮助的一个活动。但是他又时常在班上就像怎么忽然间就搞体育比赛要他去参加代表啊、哦、有体育的方面服装设计也要他出去啊、书法又要让他出去，我就觉得很奇怪。在我做家长看这个小孩子，他并不怎么样，但是学校怎么会这么重视他，我就不想。下学期的规划就是，反正我们一定要比中等，对，就是中等一定会去比，因为我们就差这一个。北师赛我其实原本老师是没有希望我们参加科展啦，因为他觉得我们去年已经参加过一次，然后又得奖，通常参加过得奖很少人再去比，但是我那时候是想说，反正有比赛都报啊，但是现在是还好啦，觉得可能中等比较重要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奖状，对。然后再来下学期之后就要准备特殊学察，高三上。第一个是一个成就感问题，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有成就感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的升学。就是走特殊选择的部分嘛，其他活动比赛哦，有几个是想要探索自己的兴趣吧，就是觉得可能有趣就会想要去比啊，失败没有关系，但是成功了我就会很开心。是某一次的评语，教授传来的那个评语，那边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重新再找文献，然后就是去找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东西，然后在某一次就是突然找到。
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朝那个文献方向走。然后我们现在是想要把它全部就是打掉重练啊，主题不会变，但是证明的方式会改变。就是我们希望是用排列组合去证明那些点边面的是怎么来的，然后推广到立体空间。因为那篇文献其实是从平面到立体 N 维空间，所以不只是在立体啊，就是在 N 维。对， S 是一个多维空间， S 是一个多维空间，不是它其中一个点，不是它多维空间。S 是一个图形，然后它现在讲不到多维空间，是在 N 维图形没有 S 的图。 N 维空间，空间我们假设有个 S 图形， S 图有 F 的面， F 这里面有 S 的内外边的外面，应该是 F 是 F 这个面包含的。我可以从中间的细缝来拍。走路吗？想拍我？要有不会用啊。要逼我？我本来拉开，我跟你讲。